假日起了一个大早，今天不简单了，大家定南宫的妈祖团队要来到府城，今天也就是台南那个府城妈祖会成立，好，所以就给大家看了嘞。选在台南大天后宫，就是大家镇南宫府城妈祖会等一下会经过这里。本来要吃这个炭烤三明治，五庙旁边，可是好像没开耶。啊，早上他们摆到外面去了啦。哦，我都还没吃过，听说很有名，阿嬷的炭烤三明治。用炭烤的真的很不一样，因为现在吃烤肉的感觉，就是我们烤肉烤的那种吐司，特别的香。然后我们要走正头来，走头正来了。北馆还没进来呢。北馆进来了，气氛就不一样了。先转移阵地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大天后宫它路太小了，很多阵头其实进不来，像是那种车子啊都进不来，所以现在走到外面来看。哦，像这个刚刚那条路就进不去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出来外面看好了。哦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了。再拍下去，你们又说我都拍没了。对嘛，怎么可以少了这种声音？有够震撼的。然后其实主家主神是慈府千岁。
声音啊。我大家妈一定要扔掉他。辛苦啊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在酒店八点里面最长的时间就是待在神教旁边走路，待在神教旁边走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你只能换转场，把我又能转场吗？有看过《中破塞》的人知道，这个就是 iPhone 小吃部。中破塞这样、啊。哦，妈祖老天有功啊！路过 C 罗店，进来跟广德尊王参拜一下。哇，那我遇到难得一见，麻烦一步。开机中神灯。哦，中足开机中神灯，天父成水，圣诞成酒。又回到大干妈这里，哦，他们已经到这个中午吃午餐的地方。
内殿给人家拍，有信宫。哦，进来下临御圣宫这边跟主委哦聊天，主委很热情的邀请我们，然后聊一聊这个广泽中王的历史。哦，跟大干妈出来，大干妈怎么会让你饿肚子？免费的点心赞。工商一下，龙田，龙田。大干妈点心赞。前一下到前面这个板栗的这边，这里也太大了吧，在那边钱的，你看没挂牌子之外，欢迎大甲镇南宫妈祖南拳。哦，这一趟感觉就像是台南庙宇的巡礼，然后走到哪我们就到哪些庙里面去参观一下拜拜一下。万年殿有这个三户潜水跟五户潜水，啊，详细的故事大家再自己去找啦。我这边就因为我不太了解，所以不太敢多说什么。好像很大规模的庙宇哦，它的公园实在是很大。正兴企业社就是要卖头具，以前就还蛮喜欢灌这种头具。我超想要买一组穿头回去。恭请王爷开布。庙会的最大功德啊，这非常非常优质的一面，不要制造环境脏乱。又回到了头镇这里。哦，真的很辛苦哦，这边一长长一段路几乎都没什么停驾点。这段路太长了啦。我看看哪边照啊？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志伟哥，各位。现在准备跟妈祖执教了，我们晚上还有事情，我们要跟他只能跟到这边。好，今天就跟到这边啊。